屏东一日游，享受桃花源乐活之旅。林边是屏东县的一个地区，以其丰富的海鲜和海产而闻名。我们中午顺道到当地人推荐的海产店饱尝一餐，还有免费招待饭后水果及甜饮，口味不错，食材新鲜好吃。吃完后就到南州糖厂吃冰，推荐蓝姆冰淇淋必吃，冰棒也好吃。吃完冰，在糖厂里的湖边欣赏鸭子在池水里悠闲的游玩。南州糖厂内的猫猫猫是一个小巧可爱的咖啡厅，提供游客放松休息的场所，也是探索南州糖厂内部的一个休憩点。南州观光糖厂的花卉区营造出美丽的花海景观，成为游客欣赏和拍照的绝佳场所。南州糖厂的土窑区是一个独特的景点，提供游客体验土窑制作的文化活动。这些景点使南州糖厂周边成为一个结合自然、休闲和文化的多元旅游区域，适合游客们度过轻松愉快的时光。接下来要去拜访朋友有如桃花源的家，让我们一起去发掘这桃花源的美。欢迎来到 Peter and 文文的频道，请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并开启小铃铛。有一位乐活女郎，她叫小芬，在屏东买了一块地，小芬决定打造自己的桃花源，一个充满惊喜和幸福的地方。池塘边的乐趣，在花园的一隅有一个清澈的池塘，池塘旁搭了两个好玩的荡秋千，摆动间带来欢笑声。这里是小芬的私人乐园，她喜欢邀请朋友们一起尽情欢乐。小鸡的诞生。最近花园里的母鸡孵化出一窝可爱的小鸡，这窝小生命带给花园一阵欢乐，成了大家喜爱的小宠物。小芬和他的朋友们常常看着小鸡嬉戏，享受着温馨的时光。独特的家，小芬不喜欢平凡，于是他建了一个超特别的货柜树屋。这里不仅有现代浪漫的装潢，还充满艺术氛围，每一个角落都是他的梦想与热情的展现。
的花园。小芬总是欢迎朋友们来他的花园做客，分享他的乐活生活。大家在荡秋千上欣赏美景，在池塘边聊天，感受着大自然的美好。这个花园成了友谊和幸福的交汇处。
小芬的桃花源就像一幅生动的画，充满着色彩和生命力。他用独特的方式诠释乐活，让每一个来访的人都感受到了他的幸福魔力。屏东一日游是一趟丰富多彩的旅程，让我感受到台湾南部独有的自然风光、美食和文化魅力。在旅途中，拜访朋友的私人秘境，这地方独具特色及故事意义，这趟旅行绝对有视觉之美的收获，尤其是喜欢探索新奇之处的旅人。